花莲的北回铁路佮有苏花公路，即马是全面拢中断哦，所以住伫北部的民众，就爱先去高雄，才通佮坐高铁上北。观光业者嘛，呼吁交通部应该赶紧安排回程机来收稳。花莲火车站卖票大厅一早起就人真多，那不是来问北回线当时会通，就是要来退票。伫看板顶头行车资讯，向北的车全部拢停驶，要去台北就要坐南回线到高雄，再过换高铁。只能往南部走、啊，只能往南部走，然后要花的多少时间？那个多花三倍时间。我们本来的行程都已经约好了啊，现在北上没有办法啊，就是要退票啊。台铁讲受到风台影响，北回线从顶到火林段有真侪所在崩山，即马途中估计有2万立方公尺。而且石头也过一直当来，就要等到雨较水，才有法度畅通。已经很明确讲，今天北回一定是没办法通了。好，受到土石流影响啊，那淹没了我们东西正线。那我们预估哈，今天哈，在24小时，我们预计先抢通东胜线啊。一个老一些旅客，有人是坐游览车向南，搁再坐其他的交通工具，堪比风台对花莲的交通造成重大影响。和控诉控山地震了，有淡薄起来大房率，怎么过百50%？花莲真的是多灾多难，好不容易暑假看到有一点点的回流，但是台风又来，路又断，那花莲到底怎么办？目前唯一可能可以可行替代的方式，一定是这个航空的部分了。那目前有听说他们正在讨论有加班机的这个部分，我们也非常的期待。花莲这么航空飞台北、台中、高雄，一天接下一班，是不是有法度加开班次？观光业者希望在非常时期，会当用离岛条例补助票价，已经透过立委、交通部、一个民航局协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